如何选择一家有未来性的企业，让我们可以长期合作达到成功，同时拥有安全感、自由与倍增的收入。这间公司一定要有永续经营的规划，就是要有一定的条件。第一，我们拥有自己强大的研究开发部门，这个研究开发能够让我们保证我们拥有长远性的市场，产品走的市场的前端不会被淘汰。第二，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，我们在上海、新加坡还有美国，很好的控制品质和货源。第三，就是我们拥有自己的 apps， 这个 apps 能够让我们管理全球的业务，管理分店、金融、行政和物流、研究开发、工厂和 apps， 这三个都需要很长时间的投资，而且投资的量很大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拥有长远性、百姓的一个企业，它就是具备这些条件，那么值得我们真正去探讨和合作。